搞咩啊？只手喺度喐下喐下咁嘅。喂，做咩嚟？只手做咩啊？我拗痕噶嘛，湿疹做咩啫？点解你喺度嘅？你叫我过嚟嘅，又叫我介绍啲玩长板啲女仔俾你识。系喎，有女仔识喎。要上山噶喎。边座山啊？依座山啦。系啊，我哋。好。在我哋身边咧就有呢个 downhill skateboard 嘅玩家 Thomas 啊。Thomas， 你玩咗呢个运动玩咗几耐啊？我大概玩咗六至七年到啦。六至七年啊？系啊。downhill 咧，个竞速个意味系好高嘅。嗯。我哋尽量用最高嘅速度去玩完一条赛道咯，除非系一啲要减速嘅弯啦。所以你可能头先会见到我会做一啲 slide 嘅动作啦。一踢滑块板去减速咁样咯。如果讲花式啲嘅话，应该系 free ride 咯。嗯，系啦，因为就系好似滑雪咁样，你想几时片下啲雪啊？咁我哋咪片下条路咯。哦、基本上一样嘅，其实啲动作好似嘅，系。好型！我头先见你玩嗰啲咧，火石嗰啲片嚟片去咧。哦，系啊。咁一般咧玩 longboard 边几条山路你哋玩开噶？哇，唔讲得噶，唔讲得噶，系啊，我哋都唔想有啲人知道咗嗰个地方之后咧、嗯，自己走去试，因为始终呢个系需要训练，佢需要学习嘅一个运动、嗯。如果有啲多啲弯咁样，可能 keep 住40至60左右啦时速、嗯，世界性嗰啲比赛啦，有啲 hit 到最快可能120几咯。我哋而家玩个比较安全嘅路，应该香港最高 hit 到80零左右咯。哦，咁都唔系好快啫，我平时跑个步都系咁上下快。系啊，系啊，小明啊嘛你，系小明嚟噶嘛，好搞气啊 Thomas， 咦咁今日呢条路就是一个适合一些玩家的一条路，又不用看车又剩。是啊，基本上其中一条新手墙咯，叫做。呢个就是一个在美国黄石公园的一条路啦，不是香港的。系啊，系啊，冇错。因为我哋都几肯定，其实呢一个运动喺再下一届嘅奥运会啦，应该就会系其中一个项目嚟噶啦。哦，既然系做得到一个咁国际性嘅项目啦，我觉得亦都会开始越嚟越吸引到多人会去玩。嗯、想玩嘅人越嚟越多啦，但又冇足够空间啦，啲人会乱咁搵地方玩啦，就会越嚟越多即系意外，多危机会出现咯。嗯、我哋。玩板嘅係防玩板噶嘛，唔係要製造危險噶嘛。咁、嗯、但係而家香港法例就相對地落後少少啦，要啲時間去追趕進度咯。喂，咁 Thomas， 除咗單挑之外，頭先提過仲有平地嘅板啦、啊嗯。你知你頭先又話誒、欸、單挑嗰啲唔啱，嗰啲 fresh 嗰啲人玩啦、啊。咁我哋而家即刻轉玩平地好冇？嚟咯！又話帶我揾嗰個靚女啊嘛。去咯！依家去咯！其實，咦、欸？點解會變咗唔同人嘅 Thomas？你是誰？我是玩 Lombard 的叉燒啊。哦，你就是玩平地 Visa 很厲害的叉燒哥。不要這麼說啦，很多問題想請教你，不如我們坐下聊聊。沒問題，坐這裡吧。還有我平時看、IG 女神玩 Lombard， 你現在玩的那種又有什麼分別？其實 Lombard 可以分四種，你說的 IG 女神的叫 Dancing， 另外一種叫 Freestyle， 其實翼呢就是平地花式，但其實一定是平地玩的，其實可以很多都叫 freestyle， 本身就 free 嘛，所以叫 freestyle 因為如果所有長板都同一個踩法的話，依一樣嘢就唔係長板啦，就是 BNC 啦。哇！就咁嘅，我今日嚟到咧就想請教你幾招玩平地 longboard 嘅花式，等我可以識到一啲玩 longboard 嘅女仔。啊！咁啊要請，咁依家要請你教我哋啦。咁咧，其實咁你首先想踩板㗎你？真的不行啊！是啊，多試啊，多試啊，是不是這樣？是啊，那你試下有沒有踩得好？啊！啊！啊！乜都唔識就過嚟學，都唔知係咪嚟揾吉嘅。咁大份仲腳震，山度咁高，有乜用啊？叉燒，你咁講就唔啱啦，真嘢唔俾攞出嚟講噶嘛。你睇下佢，有啲啦，有啲啦。连块板都踩唔掂，好难动。哇，咁喘，睇下点啦。好攰啊 ，Thomas。首先翻版。
哇，好攰啊，秋少。头先嗰个板真系好难啊！你都觉咧？喂，又话带个女仔俾我识嘅？嗰度咯。呢个啊？系啊。哎呀，秋少！咦？呢个系咪你朋友啊 ？Hello， 系咩啊？呢个系女人。系啊。扮女人。死啊！你啊，唔好理佢啊，叉烧。好，我哋倾定嘅嘢。黐线嘅。喂，系咧，我想问一下咧，其实玩呢项运动咧，你觉得喺香港嘅配套，你觉得足唔足够？我觉得就唔足够嘅。有啲家长经过咧，都会讲我哋，但其实明明系又冇影响到佢细路。系咯。即系可能家长嗰度就标签咗我哋啦。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唔应该咁标签，同时系可以重视多啲呢啲项运动嘅。咁但系我觉得应该，如果你话配套，我觉得应该多啲公共空间咯。西九下班长廊嗰个元宝花园前面嗰条马路，多啲啲公共地方会好啲咯。命运总系会派出好多难题去证明人嘅脆弱，但系当我哋每一次跌低，都会令我哋学识点样靠自己企翻起身。重拾坚强，加油，做得好！2022年嘅奥运就靠你啦！好，依家即刻再联络啦！